大家好，我是 TYC 馆长。今天上班的时候呢，收到一份公司寄来的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大礼，让我一整天上班都非常开心，就是 Heidi 的美国时尚保温瓶。那我们就来开箱给大家看吧。首先我们看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标志，是信义房屋40周年。馆长来公司已经11年了，那能够参与40周年信义房屋的纪念，真的是感到非常荣幸。那它的盒子呢，就是一个礼物的造型。那这边的话有这个 Heidi 的标章，那打开之后呢，就会看到信义房屋走过40年，上面有这个信义房屋的立业宗旨，感谢员工的付出跟贡献，好期许信义房屋的未来，我们可以携手前行，和谐成长，生生不息。后面呢，美国时尚保温水瓶的这个介绍了哈，上面这边还有这个产品保护卡，古铜金造型的，这一支在网上很推啊，收到这个真的是非常开心。那上面这边就是它是有个橡胶保护瓶口可以打开，那这支金色代表着时尚，绿色代表信义房屋精神跟环保的概念。馆长觉得公司送这个保温瓶呢，有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重点，第一个就是爱护环境，那第二个就是爱护员工啊。第一个为什么叫爱护环境呢？因为保温瓶上面有写嘛，他说啊，我们是一个以水资源跟环境为中心的品牌，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安心的喝水，也减少保特瓶的使用。因为美国光一天每一秒就有1000支瓶装的塑胶瓶被丢掉，每年丢掉超过300亿支瓶装水瓶啊。那光是台湾每年就丢弃40亿支保特瓶了，保特瓶呢又会有害环境。那个馆长也知道公司对世界上的环保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也身体力行，也是唯一房仲业有在落实环境保护的非常负责任的企业公司。然后公司应该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重视环保这件事情，去爱护地球，让保特瓶的使用可以减少。那第二个就是说爱护员工是什么呢？希望员工可以多喝温开水啊。喝温水的好处呢有6项了哈。那第一项就是它这个是304食品级的不锈钢，对人体是有益的，因为这个不锈钢杯里面是有铁元素，对人体日常必须摄入的这个金属元素啊，用不锈钢喝水是可以补充铁元素的。第二个呢就是温暖的漱口，吃完东西之后呢用温开水漱口是能够做好口腔保洁的好方法。第三个是温柔的去冲胃肠，那早上起来喝一杯不锈钢真空保温杯里的温开水，清除这个肠胃里面的这个残留之物啦。那第四个呢是可以去温热我们的刷牙，那我们讲凉水洗脸温水刷牙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。那用温开水刷牙的话呢，也能够有效的去清除牙齿跟口腔里的污垢。那第五个呢是温润通喉，喝上这个不锈钢杯里面的温开水，它可以把这个残留物冲掉，那会让你比较好去做吞咽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它温暖的去疏通我们的心情。那其实有些在公司做比较久的这个员工啊，他们可能会因为吃东西要造成这个食物堵住现象，会让我们的心情纠结，会形成一种胸堵。那这时候喝不锈钢真空保温杯里的温开水，它可以让就是心胸可以开朗。以上就有这些好处了哈，体现其实信义房屋对员工真的是非常的照顾。网络上应该有蛮多介绍了哈。那这个泡茶滤清器里面其实可以装5克的茶叶哈，如果喜欢喝茶的话可以装进去。那这边把它锁紧之后呢，再把它装进去，大概是到中间这个部分，它其实就可以把它带着走。它可以保温12小时，而且可以保冷24小时，所以其实带着一整天用都还蛮好用的。那它清洗也方便，还有附这支就是刷洗的保温瓶，这么深手伸不进去，所以这个清洗非常容易。跟公司一起欢度40周年庆，觉得非常荣幸，兼顾时尚又环保的一个随身物品，对身体有一层保护，那对环境也是一种爱护。以上是信义房屋40周年纪念 Heidi 的美国保温时尚水瓶古铜金海藻绿开箱介绍。那喜欢馆长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加留言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